差，而且我们都说你要去针对杰西的话，你要一等直接勾上去，打得很凶，换了半血，我这是炸弹人的主动晋级。其实线扛的还算挺不错的，他吃兵完全有 hold 住。小亮一炮，再一个电磁封测，反身晕住，他被锤回来了。敲回去，哦，这有机会要单杀了吗？刚讲完 ，B 闪现，应该还是可以顺利拿掉，没有问题。还要打吗？还要打吗？重击拿掉，然后在 PSG 面前亮 PSG， 这边想要来 B 团吗？一个月影重炮是留住两人，两边都杀牛 TP， 想要杀牛，不过牛是一百滴血存活，还亮了一个牌子，刀狗交出了闪现躲掉哈纳比，这边破心者的话想要直接去硬换，没有办法，是一个二零开局在 BYG 这里。哇，我觉得这个 PSG 真的很硬要哎，就 PSG 其实是他们前面就是需要他这样的一个团战。这波其实第一时间 River 就先交了闪现躲牛的 combo， 那后面这里 Kino 是锁血逃脱，然后下来这个晕眩也是被刀狗给闪现掉，然后哈纳比想往前收头，那只能说没有办法斩到，反而把这个人头再……不过谁能够先动手的话，还真不好说。想要捞 Kino 吗？往前一插又 all in 牛吗？这边再给到一个斧头 ，Kino 先把哈纳比给顶走。不过接着的话，看哈纳比能不能变身。这边的话准备捡到牛的一个灵魂 ，W Q 顶两个，然后是 Maple 的一个进场，给到一个轮回怒火，然后继续的变身，来自哈纳比的破心者。又砍获了三颗、四颗的人头。This is， 我觉得就是职业比赛里面体现什么叫做视野，视野真的很重要。就 PSG 在前面那一轮是先清了河道一波的视野，应该毁了吧？不要吵，应该毁了吧？那我去拆个眼，不会被惩罚吧？这波我还是配合我的打野一起来的哦。这边是海克斯科技闪就出去，先急，然后晕到，啊，这边就先秒掉了 Kino， 就 Kino 顶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被第一时间给秒掉，然后捡起来之后直接顶两个 WQ。哇，那后续这波就是一个完美的团战，对于 PSG 来说。或者 Kino 本来以为我能够猜眼，但 PSG 是跟你说，竟然碰不了团就不碰了呗。因为毕竟这把雷兹跟亚菲六都是有一颗头进账的，所以是可以发育的。想开吗？看到了，直接日轮射盲，缓住茂安太阳圣剑插进塔下。往前的话，欧拉夫全身变红，闪现硬劈，想要开一个救护车，但是没有办法存活，也不太算吧。他就卡在那个位置回来，但 PH 应该一时间有看到，但这里打一波。现在比较大的问题都是 BYG 一直被抓视野差，先开战。哦，这边有直接抓个凯文吗？永寒之霜定住，然后再绑住，一阵的控制，先逼凯文的闪现亮了一个 TP， 炼狱炸弹也是进来，然后接着的话，牛是有坚定意志的大局的，也是反身逼了个大。但是哈纳比是 TP 过来了，这对 BYG 来讲是一个好消息。好，小亮是没有交 T 的走过来，所以这边是多一个 TP 的，但这边眼上回城，眼上回家，断到了，捅上去，再一个超负荷，日轮圣盲是锁定呼啸，右定茂安，但没事，还是能够收下。这个现在 PH 自己有一条嘛，也没有说什么会有三龙的。哦，这 TP 位置敲他吗？直接定住，炸得好哎！日轮圣盲进化秒解，然后接着的话，柴犬开始输出，躲了一个斧头。River 被侦测到，不过往前的挺进很想要这座中塔定住了，日轮圣盲稍微拯救 Unify， 就是引爆吧，最终还是会被点掉的。慢慢磨，先放往前又开牛，又我又开 Kino 进到塔下，凯文交闪出来，这边小亮加入了正面战场，往前一锤，然后来了一个烟火爆，这是亚菲利哦。哇，这个护盾意识很好，还是想要蹲蹲看，但赵信回去吃野了。柴犬先放了一个炮台，凯文想开，但是凯文是没大的。然后接着再一个狙击 ，PSG 的话转身往蜂窝来迈进，这里一看是看到了很多名成员，想要开这个牛，牛利用小兵做一个位移，但是被太阳之剑给指到了 ，Kino 倒地了。哇 ，Kino 只往前看了一眼，就确认一个眼神，真老啊这首歌。哇，那没有办法，这边 BYG 就只能要偷吗？偷看吗？一炮偷到了。展现了很多次什么叫做屠牛大法，疯狂 all in 他，这边要直接吃了，威尔哥来了，开吃。想要 B 团 BTP 出来，吃的速度快要到一半 ，BYG 的集中步兵了，交了一个 TP 过来，但感觉快要 rush 掉了吗？感觉要开人，先把打野留住 rush 巴龙了。但呼啸进得去吗？往前捅进去就巴龙602，还是被 River 给拿走。那接下来就要看团战谁能够获胜了。往前一锤 ，Unify 是被秒杀了，被杰西给秒杀。柴犬是无敌的，柴犬是无敌的。柴犬的无敌时间进到了巴龙孔里面，直接将威尔哥给 shut down 掉。虽然说拿了巴龙，但 BYG 拿下了团战，交了个闪现，一锤直接锤死 Maple， 全部人都得死。最后一个巴龙发比要倒，一个龙种都没留下 ，BYG 完成全灭。哇，这波 PSG 的抠是想要先快速的可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波的团战。对，这波呼啸因为他出水星血，所以这个 CC 都被减免了，然后往前一捅捅进去。虽然说巴龙没有拿到，最后602被中掉，但这边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
柴犬的输出是无人能敌，然后上去的这个 Unify 是被上面的小亮一锤，这个一锤直接锤到人不见。那反正是柴犬的血量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一直输出，一直输出，一直输出。然后接着再闪过去，直接锤死 Maple， 最后的巴龙 buff 也都全部都消灭掉了，非常非常漂亮。ESG 还要再拼一波的团战，往前直接走进去，但这次变成 BYG 卡住视野了。凯文是还没有11等的，然后接着关键是16等的 Dogo， 16等的柴犬，这个时候要让这个小亮 poke 一下吧，小亮 poke 一下 ，poke 一下，可以 poke 中2个，而且中到了双 C。 我这个牛怎么飞那么高啊？但是看起来这一个 poke 代表的就是 BYG 的风龙龙魂准备到手了，拿到龙魂了。那 PH 也知道，这个就与其这个伤害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。我要打团吗 ？Tino 直接走过来开我吗？这里直接开启大招，原来是肉身的贝特，然后接着是柴犬的输出，凯文先逼出了一个惊人，猫猫夫在前面扛不住伤害，先交闪离开，然后反射的话是定住雷欧娜，雷欧娜倒地了。 想要抓牛啊，但牛抓不死啊！这 Kino 刚刚蛮明显应该是一个贝特，你又是走位啊！然后接着再一捅，捅到哈拉比的身上，去重炮留住梅某，直接暴击，梅某被爆死之后，亚菲利又收下了 WQ， 结束了，要一波 GG 了，准备要来一波倒了。PSG 在外面被抓到之后 ，BYG 大举的挺进，现在来到了 PSG 的门牙塔之前 ，BYG 让神流血。 这里神的话已经是看到了伤口，诸神黄昏的倒下 ，BYG 准备要中断 PSG 的连胜，拿下了 PCS 赛区对上 PSG 的第一场胜利。恭喜 BYG， 这就是我要看到的。